宝宝们享受，特别喜欢跟狗狗玩。有些爸妈知道自己的宝宝喜欢狗狗，都会在家里养一只狗狗，这样宝宝每天就能逗狗狗玩了。当然，狗狗们也是非常喜欢跟宝宝们在一起的，两个小家伙总是能给爸妈带来很多欢乐。宝宝们特别喜欢跟狗狗互动，一位宝宝想让狗狗亲自己一下，接下来狗狗的举动看完。